拉尔曼的拉希拉马丹月是山神和接续亲人的月份，也是展示阿拉恩惠的月份。一切赞颂全归阿拉，众世界的主。阿拉在古兰经卷中说，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，都不是正义。正义是信真主、信末日、信天使、信天津、信先知，并将所爱的财产、世纪、亲切、孤儿、贫民、旅客、乞丐和独居努力，并经手办公，完纳天客，履行约言，忍受穷困、困难和战争。这当人确实重战的，这当人确实敬畏的。我见证万物非主，唯有阿拉独一无二。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，求阿拉的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明的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，直到报应日。吉祥的拉马丹是恭顺吉祥的和慈爱的月份，也是分斋、夜间礼拜、接续亲人和传递亲戚的月份，也是为正义和敬畏而帮助的月份。阿拉在这个月考验穆斯林的耐心，因为分斋者有忍受饥饿和干涸，也要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还有耐心人们的伤害。另外，他还应该做善功的，以接近阿拉，如念诵古兰经、敬念阿拉、礼业兼备、施舍，在人民中进行了和姐姐和兄弟冤枉的所有人得到了幸福，这都是与求得阿拉的慈恩的善身。正如阿拉说，真主的慈恩确实令尽信善者的。穆神说，这善事是宝贵，拥有那宝库的人便获得了其钥匙。恭喜那些阿拉使他成为打开善事关闭恶事的仆人，善者那些阿拉使他成为打开罪恶关闭善身的仆人。吉祥的拉马丹是尽显为善的舞台，因为众仆人在这个月尽显控制续借善心的一接近阿拉，犹如穆神和善良的先贤在拉马丹的约束做的那样。据 Ibn Abbas 的传说，他说穆斯林是最感慨的人，而他最感慨的时候是这月见到占卜里的天神的时候，每天夜里占卜里的天神的见他，并与他演习古兰经。每每见到占卜里的天神的时，阿拉的使者施舍财物比春分送暖还赶快。吉祥的拉马丹是关系慈善的月份，尤其是施舍食物。施舍食物是拉马丹的一个特征，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特征。阿卜拉·伊布尼·阿巴苏求知阿拉的穆神来
临马达那时候，所有的人感激早先使者在哪里，他们说使者来呀，使者来呀，我跟人们一块去看摩西。当我看见他的面孔的时候，确实他的面孔的就能证明他不是撒谎的人。摩西做出所说的话，人们呢，你们传播测量事实事物，接续鼓纳别人感受时，你们礼拜，你们将平安地进入天堂。以上圣训的有四件相信，三件相信与人民有阿拉的有关，他就是别人感受时礼业的兼备。一个人问阿拉的使者，伊斯兰中什么善功的最宝贵？使者说，你是识事物，向你认识的人和你们不认识的人道色连。人不要轻视任何善功，虎一山小而不为，因为他不知道阿拉所介绍的哪种善功。正如摩西所说，但勿轻视任何善功，即使对教保笑脸显应。要说凡是穆斯林都要施舍，他就问，如果没有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说，他双手劳动，自食其力并施舍。他再问，如果他没有能力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说，他帮助有积蓄的人。他再问，如果他没有能力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说，他命人相信。他再问，如果他还没有能力，你说怎么办？先知说，他正在作恶，这也是事实。事实在这里我们有强调，相信这个词是所有美好的特征，诸所喜悦的行为和也认为善行为的尊称，是一切有美的品德的集合。曾有人问阿拉的使者，什么是善心？穆信说，善心是美好的品德，这是正气邻里和所有的人是善心的最高评级，较劲的品德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温情、亲爱的激情和博爱。这些的拉玛丹的月不是仇恨的月份。如果说拉玛丹的月是接续的月份，那么重要的接续就是接续真心的和所有的人。穆神正在神中指出的接续真心的地位。阿拉说，我是至人主，他们是孤肉，我让他们分受我的尊名，谁接续他们，我将继续他，谁断绝他们，我将断绝他。然后阿拉的使者说，如果你们有原因，可续下列经文。主说，假如你们至真，你们全不会在地法上作恶，并断绝亲戚的关系呢？这当然是真主所拒绝，故他使他们变聋，使他们变瞎，
他们怎么不参思古兰经呢？难道他们心上有说吗？摩西也说，每做一就是一切善功的被报善报，阿拉随时饶恕每一个人义务配助的人，除了那与他的兄弟尊恶断交的关系。他说先留下这两个人，直到他们俩和好。摩西林摩西林也曾经指出，杰西今天是信仰最重要的支柱，在先知为圣之初，他只有呼吁接续近亲，据阿姆尔宾阿卜杜传说，他说先知还在麦加时，我就去看他即为圣初期，我问他，您是什么人？他说先知。我要说先知是什么人？他说就是阿拉派我为先知。我要说他派你来做什么？他说他派我传播真理，接续故纳倒回偶像，认主独一，不义务配主阿拉之旨。摩西还指出，杰西今天是新年的一个标志。他说：“随信阿拉的和末日，所以就要接续过那一下金文明的这种意思。”阿拉说：“过那至亲互为监护人，这是站在天经中的。”真主就是全知万物的。另一种接续是接续所有人，不要和任何人断交，因为摩西说，一个穆斯林与他的交胞兄弟生气断交超过三天为非法。如此是显见一个面向东，一个面向西，他们俩中最有修者就是先给对方道死者，还不意味着遇见一个穆斯林就向他道死脸。但是死脸这个词是复制的，死脸必须是真正的，而不是表面上的。四连觉不仅仅是科学的表白，它是需要扎根于内心。最重要的四连和和平是与自己朋友、亲人、邻居、人、动物、非生物和宇宙的和平。正如阿拉所说，信道的人呢，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之教中，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，他却是你们的敏地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求阿拉的饶恕我和你们，一切赞颂全归阿拉。众世界的主，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阿拉，主以偶尔我见证穆斯林的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，求阿拉的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明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，直到报应日。各位穆斯林，阿拉是斋月的后十天成为善士们更多的做善身，而善功顺切者们可以补上做过的日子和连接，这里包含了阿拉的旨意。这些吉祥的日子中，有着阿拉赐予众仆人的许多
恩惠，因此每一个穆斯林必须竭力地利用这个即将的月份，使自己的获得阿拉的慈祥和恩惠。正如穆斯林所说，阿拉在你们的日子里中有着许多恩惠，因此你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奋力向前，或许你们一方得到一个恩惠，永不会倒霉。因此母亲在这月的后十夜里中更多的服从阿拉，崇拜阿拉，并更多的接近阿拉。在这月的后十天必须重视事务，有分封的地礼业兼备，只是为了防守穆斯林。因为穆斯林在这月的后十天必以平时的更加勤劳用功。据阿拉沙塔传说，他说进入这月的后十天，阿拉的使者跟诊也不远，免呼衔家人结束腰带，专注于供求。又说甚使在这月的后十天比平常更勤劳的用功。阿拉特别在这月的后十天中赐予我们一个吉祥的夜晚，它是一年中最尊贵的夜晚，它就是盖德尔夜。这是为了有代的穆斯林的民族，盖德尔的夜胜过一千个月。正如阿拉所说，我在那贵的夜间去一见识它，你怎么能知道那高贵的夜间是什么？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，众天使和精神奉他们的主的命令，为一切事物而在那间里降临，一夜平安直到命令。因此在这月的后十夜中，更多的服从的阿拉，崇拜阿拉，并更多的接近阿拉，胜过约一千个月的围住道奋斗。穆斯林就求还告诉我们，离开拉吉德夜间的拜师民主气质和真如的过错的原因之一。因此在这月的后十夜中，更多的服从阿拉，崇拜阿拉，并更多的接近阿拉，胜过约一千个月的为主道奋斗。穆斯林还告诉我们，雷吉达尔夜间拜师民主气度和宽容过错的原因之一。正如穆斯林所说，谁在盖德尔夜精确的相信回忆的礼拜了，他以前的过错已经被饶恕了。因此盖德尔夜中穆斯林应该尽力的多做功，这是为了接近阿拉，希望通过这些礼拜的能够得到阿拉的宽容。穆斯林鼓励在这月的后十天的气数中寻找盖德尔夜，因为这些日子中有着许多恩惠。正如穆斯林说，你们在这月的后十天的气数中寻找盖德尔夜。另一传中说，你们在后十日里寻观高贵的职业，如五七和九日。在这些日子里，缴纳开斋提倡是最重要的善行之一，因为开斋长期难起跳的斋戒者
有难度及平民，据 Ibn Abbas 传说，他说木星规定开斋天课，是为了挑出斋戒者的晚安睡意，即赈济平民，谁在开斋节会拜前的周纳，则他是受尊神的天客；谁在回礼拜后周纳，则他属于天客之一。在这些日子里中，其他的重要的善信还有千分的祈祷阿拉。如果说阿拉在拉玛丹的中答应了分斋戒的祈祷，那么斋月的后十天的祈祷是最有希望得到了报答。阿伊莎所说，使者呢就告诉我，如果我知道那是最贵的职业，则我念什么读呀？母亲回答说，你念主呀，你确实宽容的，你事业宽容的，求你宽容我。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吉祥的日子里奋力的相信多诵读的古兰经，坚持记住此，更多的服从阿拉，接近阿拉，以免缘利益的阿拉的慈爱。正如穆神所说，这夜里有一夜胜过一千个月，谁废弃这夜的善功，谁必成为无福分的人。主呀，你确实宽容，你喜悦的宽容，求你们宽容他们。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.